绚烂的光影在夜空交错，吸引众人的目光。今年台湾灯会首次在屏东举办，又适逢30周年，为了迎接这场盛会，屏东县政府打破传统，缔造了许多第一次，希望这些创举能为2019台湾灯会写下辉煌的一页。有非常多的创新，有非常多的挑战，我们谦卑的以对，每一天不管大小会议，时刻的检讨，期待在台湾灯会迈入30年的新的里程碑当中，怎么样突破创新，让台湾的所有乡亲知道屏东，了解屏东，让全世界知道台湾屏东。迎面而来的风带有淡淡的海水咸味，这里是大鹏湾，全国最大的戏湖，也是今年台湾灯会的主灯区，各式大型作品林立，耳边伴随着歌声、海声以及孩子们的嬉闹声，像极了童话故事里的梦幻乐园。这是台湾灯会第一次将主灯移师到水上，再加上主题乐园式的规划，为的就是要把今年的台湾灯会打造成吸引全球目光的国际级灯节。主灯据为来复，突破往年以12生肖为造型的传统，要用屏东享誉盛名的黑尾鱼在海上乘风破浪的气势，展现出台湾旺盛的生命力，而在水中光影的辉映下，更显得生气蓬勃。不仅主灯秀吸睛，灯会期间更有西班牙高空马戏团、法国水上乌托邦剧团等多组国内外知名艺文团体及艺人轮番上阵，让每一天都不容错过。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那我们为了要增加园区的互动性，除了静态的灯饰以外，有音乐表演，还有一个游动式的那种游行啊，能够让呢这种各个灯区里面互相串接扰动，我想更增加在赏灯者的一些乐趣，也让亲子的活动能够更加的畅行。而曾在世界各大活动展演的无人机灯光秀，更首次出现在台湾的天空。300多架 Intel 无人机排列出黑尾鱼、风帆、鹅銮鼻灯塔等在地元素，震撼全场。我觉得很好，那个很早屏东可以办那么大型的那个灯会活动，然后我觉得那个这边的设计很多是首创的，比如说那个无人飞机啊，还有那个一些33个乡镇的特色的那个灯，我觉得那个县长都蛮用心在做这一块。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刚才那个空拍机，那个空拍机嘛，对啊，还有那个黑尾鱼那个啊，黑尾鱼的主灯，还有没有其他的灯？我觉得还好，很漂亮，都很漂亮。所以如果打分数要给现在有几分？18。好。除此之外，农业海洋灯区、南岛原乡灯区、蒋江六堆灯区、绿能环保灯区以及艺术灯区等，也完美的展现了屏东的在地特色以及环境理念。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展现的是台湾精神，所以呢，我用台湾的山猪来当做这次的主灯的设计。那最主要就是山猪呢它是我们代表勇士而且力量跟勇气的这个象征啊，这次呢就以这个来当做绘画的主题。南岛原乡灯区透过大自然的花木、动物与手工艺，展现出原住民族丰富的生命底蕴。新住民艺术主灯则运用不锈钢串起了30万颗颗壳与多元文化。那鹅阿坎哈是在地的一个元素嘛，因为这边以前有科岛。那不锈钢是想这个作品将来会永久留下来，里面有很多钢索，那把它串成变成一个很具象的一个女神的一个概念。那其实我们的题目真的你容我容，可是大家对女神这种概念好像更喜欢。那最主要是要把形塑那个新住民在台湾他们的一种落地生根的一种
坚强那个意志力。而蒋蒋六对灯区更是结合了科技互动影像与戏剧表演，让人仿佛置身在客家的年节庆典中。而为了唤起大众的环境保护意识，绿能环保灯区则透过太阳能板、海洋废弃物等不同媒材，创作出一系列发人深省的作品。透过这一次的作品，我是希望说呈现，就是说，海龟的那种无奈啊。然后在这次灯会里面，除了它漂亮以外，还有一种基本上海洋教育的这种作用啊，能够提醒大家注意我们的海洋环保之类的。除了艺术家创作的灯组，现场更有全民携手制作的竞赛花灯，及326个社区关怀据点手做的万岁好钻等，每个灯组都闪耀着创作者的创意以及多热爱的努力。我们呢让社区的年轻的艺术家呢来带动了我们的不同的社区的居民来共同参与，透过那种可以回收的纸浆，重新创造出一个新的艺术来，能够让所有的居民都能够来参与。我们要呈现一种重要的一个社区居民的精神，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在灯区之间游走，就像是在屏东的各个角落穿梭。2019台湾灯会把屏东多元的族群文化与丰富的自然生态化作灯饰，要让世界看见屏东，看见台湾。花灯绚烂，表演精彩，服务规划创新又贴心，短短13天的灯会吸引了超过1000万名游客朝圣。而这样的成功并非一蹴可及，从接下这个重任开始，县府团队便绷紧神经，一刻都不敢掉以轻心。那今天的主灯的一个安座呢，更期待这样的祈福呢，为未来带来幸福圆满丰收的一年以外，大家平安的一年以外，也让我们在整个施工过程更顺遂。三扣香，谢主神明，永济屏东。众人拿着香，神情肃穆，因为主灯安座代表着灯会的一切进入了备战状态。要把这张收掉。那今年主灯非常的特别，会留在我们的县地。那我们以屏东在地最丰盛的渔业，的黑尾鱼来做我们的主要的创作。那来代表说，它带给我们台湾丰富的农渔业以及财富的部分，所以我们取名叫巨尾来富。第一个是要感谢，所以车辆从停办，有请那个大型接驳车停车场、小型摩托车停车场，然后怎么管理？是，我现在要这个，因为我之所以提前来看，就是希望这一切如果现在还没有到位，中央的帮助地方把这整个动线做出来。但是我们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在接驳上的问题，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们是临海区域，那个院长应该非常清楚。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这边边疆东西也得追问啊，温凉，所以很多地我们没有办法非常折最近的一个临街型的那个所谓的停车点，所以我们的停车点都必须要在外围区。那在外围区的话，我们必须要使用大量的一个接驳车。四季如春的气候与淳朴悠闲的海岸风光，是大鹏湾得天独厚的观光优势，但这里却也有着西湖先天条件的问题——交通。而经过县府团队缜密的规划与无数的调整，庞大而紧密的接驳网络逐渐成型。10多条接驳路线在火车站、客运站、高铁、捷运之间往返，接送从各地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前来的旅客。除此之外，在临近地区开辟停车场，
也是一大工程。那因为大鹏湾的环境比较特殊，车子进出这个部分都必须要有非常好的一个规划。我们规划的那11个停车场，就是让外地来的，不论从北部从高速公路下来，或者是从我们的省道、县道，或者是我们从南边的乡亲来，我们都可以提供非常完整的一个停车规划给他们。然后之后呢，我们都坐接驳车进来我们的灯区，大家就可以很安心的赏灯。自己开车，然后到交流道那边就有接驳车再过来，很方便。这边比较特别的话，就是因为有结合那个大鹏湾，所以又有海景，所以整个视野啊会比较宽阔，然后又有夕阳，所以蛮漂亮的。从台南来的，就觉得这里很大，而且那个大鹏湾，我们以前来就很空旷啊，结合灯会就很漂亮啊，我们就一起坐接驳车，还蛮方便的，那个设施都不错。对啊，因为我们推车来的小朋友都 OK。 民众的赞赏是最大的鼓励，而县府团队不仅在接驳路线与停车场上下功夫，更透过开发手机 APP 作为辅助，让服务更加完整全面。只要打开台湾灯会或灯会好交通 APP， 便能让民众畅游屏东，怎么走都不会迷路。欢迎大家登录这样 的 APP 呢，可以很快速的来到这了解灯会的相关资讯，以及交通的网络，以及停车场甚至呢在各方面的一些功能都可以在这个 APP 里面来详载。那县政府贴心的做好这个接驳转运计划让大家可以很安心的到达到每一个地方，不管是在灯会结束之后要往南，往恒春半岛，往北到屏东，这里的都能够畅通无阻。灯会停车区多达11处，且的腹地广大，为担心民众回程时找不到爱车，灯会 APP 里推出一项实用的停车找车功能，只要在 APP 上轻松一按，简单定位，就不怕迷失爱车的方向，让民众直呼很贴心。如果灯会期间一定会非常多游客跟很多的车，然后有停车的这个帮我们找停车位的这个服务，还有就是提供哪里可以停车的这个服务是很方便，这样子很贴心这样。而为避免民众迷路搭错车，县府团队更细心地推出了乘车手环，让大家能依照手环的颜色在空中找到相对应的气球，回到原本的下车处。灯会 APP 与乘车手环不仅让交通接驳更便利，也成了民众造访灯会不可或缺的工具。除此之外，会场内的行动服务更是一大创举。赛格威穿梭在人群间，头上还有颗大大的气球，相当引人注目。这是今年首创的行动服务车队，在腹地广大的灯区内，透过赛格威的机动性，要把服务化被动为主动，协助更多民众。我是屏东大学的学生，对，然后服务是我们整个系都是一起出来帮忙，然后我很高兴可以帮各位服务，就是带大家，欢迎大家来屏东灯会。贴心的服务规划、主题乐园式的园区以及前所未有的表演，都为台湾灯会打造出好口碑，甚至被外国媒体誉为是没有云霄飞车的迪士尼乐园。因为我昨天跟朋友去吃饭嘛，然后朋友就说他连国外的朋友都特地跑来屏东看这个灯会这样子，对啊，是外国的朋友这样子。然后我要讲一下，那个厕所真的是好用心哦，竟然有人在打扫。对啊，因为我爸爸刚刚说那个，就是像他之前有去看过其他的活动啊，然后他那个厕所都很脏。然后刚刚就是我们刚刚在排队的时候看到那个厕所，竟然是很用心，工作人员都有在打扫。而除了主灯区大鹏湾，县府团队也在屏东市与东港小镇规划了灯区。50组灯饰设置在蜿蜒近5公里的溪畔，
让万年溪摇身一变，化作城市中的一条璀璨星河。我们刚刚有玩棉花糖，棉花糖会变色，我觉得很好玩。我今天还有看到城堡，然后还有动画，我觉得很漂亮。神光效果结合科技互动，让小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融入在地渔村元素的艺术灯饰，也展现了淳朴东港小镇的不同面貌。每个环节的用心，让灯会从试营运开始便家贫如潮，大批民众慕名而来。17天下来，累积了1300万的入场人次。然而，这样爆量的人潮却远超出了团队评估的800万人次。连假期间，单日最高更多达182万人次，而这也拉长了民众等待接驳车的时间。一开始还是要再次跟大家致歉，在昨天、今天凌晨1:51，我们把最后一位游客顺利的送上接驳车，也屏东县府这边也再次的表达歉意，跟大家抱歉，对不起，我们做的不够快，我们做的不够好，我们会再继续的努力，在严阵以待的因应未来几天连假可能带来的人潮，所以在昨天让很多的民众在接驳车等候的时间，等到半夜，等到凌晨，等了很久，我们感到非常的抱歉。我们会尽可能的在昨天也漏夜的开会，来调整相关的接驳的动线，也不断的向全国各地的游览车或者是客运来调集车辆，希望可以有更多的车辆加入这一次的接驳行列。检讨修正。除了与公路总局协调并重新调整路线，接驳车也从原本的700辆增加到近1000辆。屏东县政府灯会办公室主任黄建嘉强调，一切的原因都不会是借口，每天会尽全力接送至最后一位民众，而这样的努力民众也看在眼里。还蛮不错，我们刚刚有测了一下，我们排了25分钟就可以上车了，然后而且我觉得他们那个工作人员啊都还蛮就是蛮用心的，就是在那个接驳车的那个安排上面蛮快的，像他就直接把那个第一台车的人数都算好了之后，然后第二台车就是从这一个地方开始排，然后我觉得这样子他动线就很快。对啊，从哪边来？从高雄。高雄专程来看灯会。对。那今天整个交通的状况呢？我觉得路况很好。那接驳的？接驳速度也很快，厕所也很干净。对，很棒。对。从规划到执行过程中，虽然面临了许多挑战与批评指教，但县府团队仍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我们在这样克服没有大众运输系统，在这个地形地貌特殊的场中，融入了在地的元素，加入了我们，丰富了我们所有的文化底蕴，用我们的族群文化产业，甚至最不起眼的农业，都会是我们大家心中的亮点。在众人的努力下，今年的灯会被誉为是台湾灯会有史以来最美最成功的一届。而掌声的背后，最不能忽视的便是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这些幕后的伟大的幕后英雄，所有的推手，不管是红色的钢铁人，不管是蓝色的天使，亦或在黑暗中的行动者、行动力者，亦或很多的隐形的翅膀，都在催化了这个灯会。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灯会最璀璨的一道灯，每一个付出者，每一个终始没有来到现场，但透过网络媒体给予我们的指导、鞭策、赞叹的所有的各位全国的好朋友，哪怕来自国内外的好朋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鼓励，屏东会再精进。也谢谢这段期间给予我们很多鞭策、鼓励、辅导的所有的
伙伴、弟兄，每一个人都是见证这历史的一刻，每一个人都在写历史，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历史的创造者。我屏东，我骄傲，因为屏东做到了。谢谢。袂歹，大家拢有通去坐车上好啦，对不对？哎呀，去听大家拢感恩啦。好，在这里跟大家，我也是觉得很高兴。啊，我也希望呢，我的热情能带给大家的快乐。我们大家志工都做得很开心，我们真的很以屏东为荣。这一年，面对地理环境、资源不足等重重关卡，屏东县政府不曾怯懦。甚至为台湾灯会开创了许多第一，立下了新的里程碑。纵然有美中不足，但破千万的参观人数仍验证了屏东的努力。这样优秀的成绩，也让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能昂首大喊：“我屏东，我骄傲！”我屏东，我骄傲！赞！我屏东，我骄傲！我屏东，我骄傲！屏东我骄傲，我屏东我骄傲，我屏东，我屏东，谢谢。